们等一下要唱什么歌啊？念是一种病。哎，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团员？我是主唱子子，吉他手心怡，吉他手彩铃，鼓手彩珍。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尹真的就是。好，那就让我们欢迎凤中鸣鸡带来的表演。当你在穿山越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你重要的东西，我让他们早已远去，该走是慢慢做之后才肯相信，说的是自己，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，转头，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，只是这段时间里，还是在夜里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。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，久久不能痊愈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。却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，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，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，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，还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，这也是无悔离我远去，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，变成回忆。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。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。谢谢。谢。
报告，请高二、高三篮球队队员现在立刻至篮球场有比赛。重复报告，请高二、高三篮球队队员现在立刻至篮球场有比赛。我们要唱的是《逆光》，然后鼓手是浩宇，然后这是志宇，然后这是陈琳，谢谢。是他，让你才敢。
身旁。